没想到你我就哭恨别梦久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做梦，梦到和景慈在一起，可是梦里的你好像又不是你。既然命运如此安排，又何必枉费心机？你们是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我又是谁？一些花的枝桠掉在谁的屋下？拉开。发源被景慈伤了心。